系噶啦，因为你睇嘅系新泰剧叫做《Fish Upon the Sky》，系啦。咁咧呢套嘢咧又系典型泰国嘅医学系，应该系兽嚟嘅。咁佢就中意咗学校一个校草，阿兽咧就对自己嘅外表咧就冇乜信心嘅，就出现咗一个佢认为嘅情敌，斗斗下就大家爱上啦，大家呢个就系佢哋嘅故事。咁你哋睇下呢个故事，呢个故事点样发展落去啦？记得 subscribe 同埋揿埋侧边嘅钟仔，咁就唔会错过最新嘅影片啦。佢咁多 OS 嘅，系咯，佢好惨啊，连朋友都冇啊自己。哦，细个俾人咁样话法。啊，佢哥系靓仔。我等你阿哥出嚟，睇下边个靓仔。咩啊？乜唔系读得书劲嗰啲都已经好多人追啦。但其实佢唔样衰啊。我都唔觉得唔样。又高喎、啊，可能佢阿哥真係好靚仔咧嚇，但係其實如果我中學有啲咁樣，我會嘅喎，我唔會又高，但係好過對面嗰個先啦、啊。啊啊，冇錯，其實佢幾靚仔啊，點算啊？好薯乜？但係佢好靚仔啊！佢喐啲就排行榜就喐噶啦，唔係佢真係排行榜太易啊！你喺街度會望佢嗰啲嚟噶。佢皮膚又好，皮膚好啊嘛！你話咩話？唔係即係斯文嘅，唔係咁乾淨，斯文碌又乾淨。我差啲。哇！嗯啊！校草啊，校草啊！你有 Earth 噶啦！你第一個踏入我嘅心房。係啊！红灯啊！红灯，红灯，红灯，边度想似空洞？即系又你空洞唔系咩？空洞点样冻啊？两个空撞，你唔需要做出嚟。真系会咁多水咩？爱日爱河，佢话佢自己。好大啊！但是阿哥不是很靚仔，阿哥咪就是心之航向那個咯。誰啊？心之航向是誰啊？喜歡阿壽那個同學啊。心之航向我看了一集就想我怎麼他似小佬多點我都覺得，但其實他兩個好像樣子，他兩個好小啊，都他兩個好像樣子眼。他送什麼啊？泡芙，因為他喜歡泡芙嘛。嗯，想吃呢，我一定要吃的。他啤我啊，他又啤我了。其实他是不是喜欢他啊？是啊，应该是。他留意了他很久了，应该。我的泡芙啊。做乜吹耳仔啊？大家啱啱個鼻咁樣掃佢個耳仔，佢特登噶。哇！好慘啊！咁佢咪冇啦，自己冇啦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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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，今天我們看的是泰國最新的腐劇，叫做天上的魚 Fish Upon the Sky， 有沒有？這套呢，這套劇呢就其實呢就是很典型的一些校園的生活喜愛純愛輕鬆喜劇，那些交代的那些主要角色都出現了，即是阿哥啊、阿公啊、校草啊、阿秀他自己的性格是怎樣啊，樣啦，但是同時間其實都好像沒什麼太大的那些叫做鋪排，都第一集已經講到明白，就是其實阿公就是他的 secret angel 咯，是啊，即其實就一直由小到大，即不是是過往都一直原來默默係做佢一個叫網友，係同佢係開導佢有嗰啲嘢咁樣咯。都係一個網戀嘅故事。另一套就係數到十給你親親咧嗰啲咧，其實嗰啲都嗰啲就係原來嗰啲嘅劇情就好似有少少跳出咗以前嘅BL 嘅 setting 咁樣咯，而家好似又帶翻你去以前一直做開嘅 setting， 好似你就覺得又翻翻去會個好容易接受到嘅劇情，就冇乜太大嘅驚喜咯。冇錯。係啦，咁今集就咁多，咁我哋如果有啲咩新嘅再推介俾大家啦。拜拜。記得 subscribe 同埋撳埋旁邊嘅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最新嘅影片啦～